年轻貌美的女孩总会有些困扰，大多都是追求者太多。你是上次约我吃饭的卢先生，还是约我看电影的蔡先生啊？免费送你这个，让你顾脑护眼，保持脑力清晰。上半年比亚迪卖出了64万辆车，已经超车了特斯拉卖的54万辆车，成为全球新能源车的龙头。特斯拉第二季呢仅卖出25万辆车，是因为中国风控影响了供应链，而传统车厂福斯、丰田也转向新能源车。苹果也传出年底将重组 Apple Car 的团队，代表全球电动车的狂潮再起。中国新能源汽车呢，有政府巨额补贴业者，又有免征车辆的购置税到明年年底的双利多，买车可以省上万元。受惠政策红利的电动车股呢，因此成为市场资金分批进驻的焦点。而六日获法人加码，涨幅皆有3%以上的12档电动车概念股呢，就有正达、高力、力凯 KY、ASKY、力旺、建准、胡联、台办、台达电、康苏、普城、南电。专业经理人也表示说，台股本益比经过一波修正之后呢，投资价值已经浮现了，微短期受到总体经济的影响呢，震荡整理，建议逢低分批建置资金之下，基本面稳健以及政策性支持的产业能可多加留意，像是电动车、绿能还有半导体仍然可以期待哦。下一项资讯提供给大家，大家还想知道什么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客新闻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你想赚钱吗？订阅理财周刊频道，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，从每天早上10:30到晚上10:00，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下个富豪就是你了。